小龙虾来了啊，正是吃龙虾的季节。嗯，太好吃了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麻辣口味的啊。嗯，不好的，爆个头啊，马上准备开直播了，先爆个头。嗯，上来就是大米。嗯，这就是大米啊。羊腿啊，嗯，行，你们都吃这个大咖那个大咖，我来个羊肉大咖。大成王挺长时间没吃了，酸溜泼的啊。你明后就叫我做大哥，我就教你们练功夫。好，大哥。该说该说，深夜放毒，性感的大肥腰腰子，搂他，马上开直播。够用。我自己做的炸酱面，我拌一下，拌好了就是大概这样吧。感觉我属于得给我双击呗，谢谢。麻辣子屋，满足的。刚烤串鱿鱼啊，我先吃个少的。嗯。挺香的，铺的牛排肉啊，好，